好啦，我们开始录视频啦。今天吃什么呢？加一块上次吃剩下的猪心。好极啊，想吃。做个乖喵，很快就好。帝王鲑鱼，来一点。腌肉。煎起来，不能浪费。想先吃一口。肉松来一点，就一点，不能多。蔬菜，补充膳食纤维哦。妈妈，我又来了。鸡肉味咕噜酱，画毛毛条，掰成两段，再来一个。妈妈，我先吃边边。我要可以吃了。埋头加速吃。吃饱了，妈妈看我乖吗？小红书。